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是谁的名句？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，出自名诗《题偶》。原诗内容为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作者皆朱烈，名声起浪锤。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意思是，做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事情，其中的甘甜苦楚只有自己知道，而各位作者都是有不同地位的人，不会是空有虚名的。而前两句更是诗人晚年对于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解，带有自己的理解总结。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上句千古事指的是流传久远，说明写文章关系重大，而下句的寸心知则是说明对于文章的理解，作者自己本人是最透彻的。这句诗对仗工整，简洁明了，富有哲理。